洗咪话上年呢一拖令 Heidi 死心嗌离婚，以为冇弯转啦，点知呢场争米战寻日又出现戏剧性嘅发展啊！洗米争夺战之后会点？点知啫？不过喺娱圈就有唔少正印赢小三嘅例子啦。咪睇佢哋两个好似好 sweet 咁啊！其实人夫江华喺1996年拍亚视剧嗰阵，同文女他着过噶。不过老婆麦建文坚啊，好快就拉住江华开技招反击，闹爆文女勾引老公同博宣传添。2008年一个晚上，魏真喺酒吧孔雀开屏，仲被影到同张某激嘴。魏真最后要出声明兼引咎同女神周慧敏分手，不过13日之后佢哋离奇冇事，之后仲结埋婚添。同样衰绝女嘅仲有人夫彭信啊，佢嗰时仲同 Lindy 同居添，不过心结嚟一招不变应万变，赢翻个老公仲赢翻个完整嘅家。不过要数最坚嘅证人，梗系五姑娘啦、啊。老公练海棠上星期被指偷嗒长发女之后，竟然可以对住记者笑住回应：我代阿练海棠讲一声，非常之抱歉。佢要佢太太走出嚟，即系佢自己玩完泥沙轮就要老婆出嚟执手尾。大展素胡功，各位 ladies 学嘢啦！